欢迎来到幸福三重奏。三重奏，你看这个舌头啊！我们在村里，就您这嘴、啊，就这个嘴呀、啊，还说相声呢啊！嘴算碎的。您不仅可以尽情享受二人世界，那我们去了，人还二人世界了，得拿我们当孩子了。这么大的宝，对。这地方环境好，养人，空气也好。要让您在这儿住一辈子，您。啊，就盖一辈子行啊！我看你大爷录挺开心的，昨晚上发了个微信，我录怎么样啊？特别好，那么开心。我看我干妈也挺开心的。我还记得，第一次于老师说让我管他叫干爹那情景，是哪儿啊？后台是吗？不是后台，我们俩去超市买东西，拿完钱之后买完东西回来。我说大爷，这个钱呢，我那个还剩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给您塞包里。你别塞了，你拿着吧。我说得了，谢谢大爷。当时别叫大爷了，叫干爹。哟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这当时我这心里，哎呀，我是叫你，是不叫你？咱们这个行业收干儿子亲切一点。亲切。后来就干爹干爹的越叫越亲，那个场景历历在目。想当初，悔不该，悔不该一次把香烧。酸菜爆香。哎呀，换锅喽。开锅就好了。江东桥边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人的名，在望不了，免得勾芡了。神神叨叨。小点缀。杠杠的，一会儿还有一酸菜，欢迎欢迎，祝您身体健康。得嘞，过年好，对，生日快乐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行啊，成吗？有点意思啊。哎，真是那会儿，那会儿我刚到家里的时候，干妈多大呀？你好像跟我差不多岁数，就是那会儿第一次见的时候戴鸭舌帽，我还戴过鸭舌帽呢。戴鸭舌帽，穿一身运动服，很运动，很少年感。我说，哎呦，这大学生嘛，你还挺会夸人的。什么形象啊，戴一鸭舌帽穿身运动服。喂，于老师还真不错、啊、你想说什么？找一大学生。找一大学生。什么情况？还慢慢熟了发现就是嫌小。嫌小。但是我心太老。心太老，刘东指心太老。哎，喝这点不喝了，一会儿还砍竹子去呢。我们在南京出差，太逗了。这个敬贺兰，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啊？我们也师兄弟，在屋里，他头天带了一个床单，新买的，他说得洗了再盖啊。他在住在外屋，我们住里屋。那屋潮啊，他怕潮，他把床单晾我们屋了。那我们屋不就更潮了吗？多坏呀！就说相声哪有好人呢？就说，那我们天天住着不潮吗？然后你们这帮坏人是怎么对付他的呢？每天等只要他一上场，我们就赶紧回来拿小喷雾。给他喷湿了，他回来一摸，
是炒，两天都没干。第三天了，早上一起来，他一洗漱一进厕所，喷湿的，出来了。哎呀，晚上是不好干。然后那天喷大了，水喷多了，往下滴的了，回来。这怎么还吸水呢？那都没发现，没发现，没怀疑我们，怎么还吸水呢？怎么还一个星期没干，他就怀疑了。没干，一个星期不干，有点扯淡了吧？要我晾我屋试试。哎，干过活，干过活，这大兴安岭出来的，还剩不砍木头，他现在怎么出来的？哪还让熊瞎子给追出来？小心眼睛啊！小时候我爸就说这个看放炮的不看砍柴的，对，崩眼睛。叔您小心点。那你扔那。我觉得默默你要学学月哥，你偷着洗去，不觉得再去竹子像领红包呢？你使那么大馅儿没用，你老低着头，人镜头在那儿呢。发头卖相，我来吧，看我干爹这馅儿好不好？哎，嘿，真立了，看京叔这馅儿好不好？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抬眼就完，可以，好了，来吧，孙老师，把这两筐背下去。这怎么下去呀？哎，那个都别闲着的时候，像一人背一斤，把机器给我们。哎，别跑啊！这都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看跑的，牛羊的。要不呀，哎，就拿那个竹子给它削了，弄根扁的，咱扛着回来。哎，成，弄个杠。哎，试试啊，能穿进去吧？没问题。哟，真可以。得嘞 ，OK， 得嘞，来，一二，起交，好嘞，走了，哎，太阳喽，太阳那个太热喽，山里的人喽，你肯定得加点蒜，然后加片肉，嗯，收徒弟真好，你看，是吧？哎，你们怎么收的徒弟啊？这个这规矩是，就我们也是眼瞎收的。嗨，我们也是，就是撞进来的。所以也是有考验期的吗？当然了，无限考验期。你不行，都没个准信儿说，比如说几年之内如果可以。有准信儿，有时候于老师喝多了就是准信儿。那不就看你自个儿心气儿吗？这是咱自己说。哦，那你养活不养活他们呀？养活可以啊，我交朋友我也得吃饭呀、啊。开工资吗？不开。不开，但是这零花钱啊，乱七八糟，你像他们从小就在我家里边。对，我是衣服、裤子、鞋都是干妈给买，然后每个月要没钱了。其实我张嘴，我没张嘴要过。你没张嘴要过，有时候我顾不上，我也做的，我要检讨啊。明白，哎呀，怎么说这就是我就说这意思，就是觉着没钱了。我觉得的时候有点晚了。没有都不。他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要过，但是德性好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我刚发现月哥的睫毛是天生往上翘的。往上翘啊！我这也是啊。嗯。Oh no！
给我这个。您那眉毛怎么回事？不许再说我眉毛了，因为我纹了半永久。你让人家看睫毛的时候，你为什么牙为什么？呀，我得全部展开呀、啊。现在不是有接头发的吗？那这接着头发也是往下搭了呀，你烫啊！你呀、啊，你要为了让它突出一点，你涂点睫毛膏。哎，要吗？我可以现场给你美妆。那咱们试试啊。哎，卷翘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大睫毛太漂亮了，这可太漂亮了，是不是翘了？孙老师，一会儿咱出去散步去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对，花了你！你别使劲眨眼，张什么嘴呀、啊？看看，这回绝对翘了，是不是？哇！